但还是维持六块肌的精壮好身材。刘德华就曾经分享他的冻龄秘诀，像是每一餐只吃七分饱，还有多吃素食，摄取大量蔬果，甚至不喝冷饮，只喝热饮，坚持了30多年，甚至连晚上7点后绝不进食。在舞台上卖力开唱，结实六块肌让歌迷大饱眼福，完全看不出来已经61岁，身材保持完美，脸上细纹超少。刘德华的冻龄秘诀就是每餐只吃七分饱，为了不把胃撑大，另外晚上7点之后就不再进食，维持10小时的空腹状态，让肠胃能够适当休息。刘德华吃素，平常的晚餐几乎都以蔬果为主，有助于减缓老化。只有拍戏时会吃少量的鸡胸肉和乳酪来补充体力。平常都吃那个鸡柳，每个人都会觉得，哎呦，这样好吃吗？那是一堆，然后加一些优格就吃了。我真的吃了大概30年。刘德华曾经上节目分享自己的冻龄秘诀，连营养师也认同。优酪乳来讲，它可以提供好的菌虫，种到我们的肚子里面，我们就要去养它。在麦片里面，它含有菊糖跟果寡糖。那当然，它的肠道功能是变得很好的。另外，刘德华不喝冷饮，只喝热饮，坚持了30年。冷水或是冰水到身体里面之后，就是身体还是要耗一些能量去帮它加热恒温。刘德华的养生之道不止在饮食，更坚持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，在维持健康的同时，也能保持体态不走样，容貌年轻帅气，超冻龄男神的称号当之无愧。记者杨世旭、翁佳宇台北采访报道。